就是这个曲柄。那因为呢，我单一个，我们现在不看，因为我们没有教这个，所以大家现在有一点不太了解。我教这个的时候是教学生先画半边，然后能动了之后再复制过来半边。那就问题来了，我同一个旋转动力轴，怎么能够让两边一起？好，这个要去探究一下。那能让一边动没问题，但是要让两边动就有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它有两个点。好，那这个两个点呢，是一个形成一个三角形，这里是刚好70度左右。那这个角度关系到什么？关系到你这个锚定点跟这个动力点的距离。你越远，这个角度就会越窄，了解意思吗？啊，越近，这个角度就越宽，打开，这样了解啊？所以这里都有环环相扣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70度，这里比较难啊，不过老师我相信你们都很棒，一定没问题。到这里了，好，这里加，那折了之后会形成一个有立体空间概念的。那我再教你调教啊，这里比较难。好，最后要把它装到飞机，不急着装哦，你装了我要调就很麻烦。请你先不急着装。好，那我现在折一次给大家看。